哇，选了非常非常多好听的歌曲，今天呢将会为大家带来精彩的自弹自唱。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今天全场最年轻的歌手，哎，不是因为我秃头哈，我觉得这样感觉像逃学的学生的，哎，为各位带来的第一首歌就是主曲，好不好？踏着西洋规矩加乡间的小路，献给大家。
帅哥的人形吉他架来，朋友来，来这里不要，一定要很慢，弹吉他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，要为各位带来，我有很多般武艺，好吧，好，有写很多歌，所以今天呢，为各位带来的是我没有唱，但是比我唱还要红的歌，好吧。第一首歌是一个连续剧的主题曲，那主唱者是叫蔡琴，是再爱我一次。第二首歌是陈淑桦，正好这段时间要献给大家，这个是中秋节最好的歌，叫做《秋意上心头》，好吧。那个会唱的朋友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刚刚有一位金曲奖，他们是唱那个《秋意上心头》拿金曲奖的，那两位，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个也是金曲奖的歌曲，有一个女生，我本来为陈小霞写的歌，那这个年轻的小女生老师，那我几条光喉往后管，后来她就拿去唱，她叫郑心梅，她就唱这首歌，当年就拿了金曲奖，好，谢谢。快点快点，这个掌声是给曾心梅还是给我啊？既然这样，那就我本来就准备要再加一首歌，因为在别的地方通常就是只唱这首歌，然后大家起来跳一跳。可是我看大家好像没有需要跳，好像还没有到要起来蹦一下跳恰恰的那个
所以呢，我就加一个更热、更热的东西。我曾经帮一个很骚包的歌手写过一首歌。那个人叫杨凡的，杨凡到全世界，只要去演出都唱这首歌《爱情列车长》。我下来了，好，为各位带来这首歌曲，就是不怕，你是信仰加《爱情列车长》啊，大家想跳就起来跳吧，哈。